任务行动，有一个我的线人打入了这个飞车党内部的一个胖子，隐秘一点，不要把我给暴露了。不要不要去吧，是一个刑警支队的王队，今天来到这个山里面，其实是为了查一个案子，一个飞车党的飙车案。然后今天有一个我的线人打入了这个飞车党内部的一个胖子，今天就是在他的协助下，我要查到这帮飞车党的身份。因为今天就是没有穿制服，穿的就是便服，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大自然大山里。请 call me 王 Sir。 飙一次车，打入他们的内部，获取他们的信任。现在还没有飙车，我现在身份还非常的被怀疑，你呢？那时候这个赛车的，虽然咱没有钥匙，但是没有关系，我会那个电影上演的那个。这是啥玩意儿？这线路一整，它直它就能着火。有了这晚上这事，钥匙。走吧。带你先去飙一圈，感受一下我的车技。Let's go！我咽不下去了。任务完成。兄弟们走了。一样有彩虹。有彩虹。微弱的彩虹，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见。经过一下午的激烈赛车，我现在正式拿到了晚上的篝火晚会的门票。现在距离我的任务成功只差最后一晚。王队，帮你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能破这种超级法飙车案，需要你自己去驾驶赛车呢？
因为我得打入内部呀，我得假装是一个飙车党，你知道吧，才能够融入他们，才能够这个获取他们的信任，才能在这个他们当中能找到证据，找到信息，然后才能把他们抓捕，you know。 马上见，收到收到， over over。今天只是这个服装突发奇想，今天的 vlog video 有了一个这种叫什么破案性质的主题性质啊，但是千万就是我完全完完全全没有说就是把这边的父老乡亲当成反派来使啊，这边的父老乡亲都特别好，非常的热情好客，然后非常的那个能歌善舞，然后环境也很美，风景也很好，然后其实就是来上一个这样刑侦的一个主题，然后体验了一天礼堂的一天，然后感受特别棒，对，然后非常感谢当地的这个兄弟姐妹的款待，玩得特别开心，然后现在要回去休息了，因为这毕竟是高原，不敢太放纵，非常推荐给朋友们来玩，然后但是如果有高原反应的话，今天还是要就是这个稳妥一点，毕竟今天我们团队已经去吸氧吸了好几个了啊。今晚就这么睡了。我不能在这睡了，我要回去睡。之前在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大家坐在客厅看电视啊聊天的时候，我都躺在的是皮皮的肚子上，懒人沙发巨好使。现在减肥成功了，我痛失一个懒人沙发。又有狗，你说那边有狼啊？那边啊呜这点想念桃花坞，要不桃花坞按年录吧，录一年桃花坞，365天全在桃花坞，计时类的成长。楚门的世界，你就看，听起来还蛮炸裂的，录一年会是啥样？搞不好王传君胡子都到膝盖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星星。哎，你看我爸爸去哪儿了？看哪一季啊？就是那个主题曲你会唱。你别，哎，我不中你的招。这一趟的四川之旅，最后一站礼堂看星星，到此结束。非常开心的一段旅程，就当是进组之前的一趟旅行了。我给你配乐，你接着说。他好吵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侦探，认真办案。你看，你灯一关，好多星星。你今晚在这睡吧。啊，在这睡吧。晚安，晚安，你睡吧，枕头留给你。因为留给你，你来这儿去。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侦探，认真办案。这有鸭子侦探，然后要个那个。拜拜。Peace and love.